骨外固定针眼点部位护理，目的一，预防骨外固定针眼部位的感染；二，预防因伤口感染造成合并症，如骨髓炎之发生；三，需长期使用骨外固定器的病人，在居家疗养时能做到自我照护，避免感染。用物准备：3%双氧水、生理食盐水、75% 酒精、无菌棉签、无菌纱布、纸胶。操作过程：一、将双手清洗干净；二、将针眼伤口之敷料除去；三、观察伤口周围皮肤有无发红、肿胀及分泌物；四、无菌棉签沾湿双氧水，以骨钉为中心轻压往外环形消毒，将骨钉处分泌物及痂皮清除；五、无菌棉签沾湿生理食盐水，清洗残留于皮肤上的双氧水，避免刺激皮肤；六、无菌干棉签拭干；七、无菌棉签沾湿酒精，轻擦针眼周围之伤口；八、纱布覆盖骨钉周围；九、再以纸胶固定；十、以无菌棉签湿生理食盐水，拭净整副外固定器。注意事项：一、干燥的伤口以无菌棉签沾湿酒精，轻擦针眼周围之伤口；二、不可扭转固定器之螺丝或左右推动钢钉；三、在抬高或移动患肢时，应托扶整个肢体，勿用抬搬固定器方式；四、外固定器应尽量避免碰撞，以免发生再次骨折；五、洗澡时应擦澡方式，并避免直接对着伤口冲洗；六、应多摄取高蛋白高维生素之饮食，如鱼肉、新鲜蔬菜及水果等，以促进伤口组织愈合。